跟着冤种领导到处跑资，几乎一四五博览会，起因是领导受到朋友邀请去看展，一下所谓的一死轮回，现场这个老师那个老师让我看得目不暇接，他见到了一幅画分分钟卖出一个小目标的催如者老师，那种画作也是让我感觉自己现在的画工强得可怕。圈之后，领导也是成功和他的朋友老高碰上了面。两人交流的时候，我总觉得自己像小姐身边的伴读，差点说出那句“好久没看小姐笑得这么开心了”。顿时感觉自己的格调被领导带着上升了一个 level。最后感谢一下冤种领导在审美意图中对我的帮助。等我成为当代毕加索，一定给他定做一面横幅。大家下期如果有想看的内容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互动。我们下期再见。